Hello。哎，对不起，刚才收线不好。对，断线。今天我们的先讲啊，要谢谢我们的 cameraman， 我们 cameraman 是韦小宝，你们看不到他，他在后面，他在后面。分享一下噻，不要讲了。看一下有没有啊？有人了。今天呢，因为呢，我们想到江夜啊，才开这个直播啊，就是因为啊，我们要搞一个18SX 的直播，就是要恶搞大马张智霖。你们敢问啊？敢问那些敏感的问题 ？OK 。你们敢问啊？你们敢问 ？OK， 我们在这边看哦，OK， 首先呢、啊，先自己叫自己先。OK， 你要当观众不认识你哦。你要当观众不认识你。重新介绍你自己。OK， 他不是中级了吗 ？OK， 他不是中级了。okay, 我只是看起来可能有一点像中级了。很像好不好 ？OK， 很像。哇，老伟，我真的，你看，我真的你，我第一次看到你玩，我真的是啊，我本来以为真的是不应该是没有，应该是啊，拿镜头，应该是拿角度吧。其实我压力更大，你知道吗？一个像姜改冲，一个像姜子朗。我跟你讲，我压力啊很大啊，真的。哎，小宝，你不要一直按，你不要一直按那个生气的脸啊，小宝。我们今天的 cameraman 是小宝啊。姜姐，这里也很明星脸啊。OK 啊，或许这样讲就是肥版的。没有啦 ，OK 的，他真的很像，真的很像。OK， 我真的也是觉得很惊讶。我本来以为是抓角度罢了，哇，看到真人真的是很像终极了嘛。所以现在介绍你现在自己啊。啊，介绍自己，对。OK， 我名叫 Jeffrey， 然后我自己现在本身嘞是在英国工作，然后我是一名药剂师这样子。然后呢？然后。几岁的？然后我来自槟城北海。人讲你们是港星聚会啊？啊，你是来自槟城啊？我来自槟城，对。然后这里是马来西亚人啊？对，我是马来西亚人，对，我是马来西亚人啊。所以你们不要就是我不是说在英国住还是什么啊？没有，我不是说在英国出生或者是什么，我是之前在那边读大学了之后，然后就一留下来这样子，然后不知道突然间有一次开 live 的时候就突然这样子爆红了。他真的是爆红啊！他今天还去 Astro， 已经太红了，又帅又红，又帅，现在还又红了。其实啊，你红了过后，有人说，这个姜子龙脸型大一点，真正的姜子龙脸没有这样大。谁让他讲话 ？Nicky Liu， 没有啊，他真的很像，他真的很像。其实啊，就是要讲他今天真的是去 S 座啊！我是要跟你讲啊，你红了过后啊，你可以叫 Evan 跟我做你的经理人嘛。哎，可以耶，如果是这样子，山寨嘛。什么、啊？有人要找他做代言了哦？有人要找做代言了哦？看到要代言服装嘛？7M OK 啊？我看我们现场帮你接住吧。哦，港星要讲广东话，可以表演一下广东话吗？钟志伦。抢下手十指金扣嚟，微笑我出来做一点效果，跳舞在后面转来转去。我走了，谁把你拿去啊？花子唱新歌，那个什么天黑八七，等一下，送上晚秀仪啊。哦，岁月愚公。天黑八七，但要走总要飞，道别不可再等你。不管有没有你单身，有人问你单身吗？你是单身吗？你是单身吗？不是。有老婆了。有。老婆是女朋友啊？老婆。这种男人我就欣赏了。没有啦，可以离婚的，没关系。红了没有抛妻离子啊？可以离婚的。其实我还有个问题想问你啊，你长期是住英国是吧？对，没有错。这样子，你长期住英国，其实我想问一下你去英国，你觉得英国会比 Malaysia 比较开放吗？会。就是英国人呢，怎么样都是说会比较开放一点。你不要问这样，但是你不要问这样无聊的问题好不好？没有刚开始在这样子，你是不是要咬歪？你不要问这样无聊的问题好不好？也比较开放啦。这样子，你去喝酒也试过 one night stand 吗？这个好。没有。怎么这样开放？你没有试到 one night stand 呢？没有。因为洋人呢，其实会比较喜欢那些稍微比较大只的、比较高的，就是比较壮的那种男生。其实他们样貌呢，你是很壮啊。
其实我不算高，我不算高，完全不算高，所以他是比较喜欢大只啊，很大只啊，大只的，然后有这种胸肌的啊，有胸肌又有腹肌这样子的啊，他们就会比较吸引。哎，这样我在英国找到吃的，真的不是，你如果去，其实他讲是英国的女人喜欢又大又长的，对啊，又大又长。又长我觉得这个长短的问题是对比性的，你知道吗？就你要看过长，你才知道短嘛。然后你要看过短，你才知道什么叫长。OK。像你有长期去办那些吗？哇，也是有啦。哦，也是有。club 比较少，就去 club 啊。夜店啊，夜店。啊，就夜店。夜店啊。就因为英国就有很多那些比较出名的 DJ 啊，会来。讲广东话可以吗？你讲话有点奇怪。不配你的脸呢、欸？广东话 OK， 孙总又讲我哋咁，我讲广东话啦，广东话 OK， 广东话 OK， 我哋 OK 嘅，我哋 OK 嘅，他们两个很潮，有人说尽力啊，尽力啊，有人可以 deck 啊，钟志林有两个，老细 deck 得住啦，有边个有边个 deck 钟志林嚟？个广东话其实系麻麻地，即系都唔系话几好。但是講多兩句就掂咗係咪？因為佢長期響英國啊，所以就難免啦。但我嘅我朋友好多都係香港人，所以我都講得兩句嘅，其實啊 OK 嘅。阿正啊，I mean， 如果 G Lam 打油的話，很快就加波輪王。講講啊，係咪？你問他那個有沒有 one night stand 啊？要是他打油的話，很快加波輪王。OK。你们啊，今天我的标题写得很清楚了 小宝你注意看啊，有没有那些啊18XX 的问题 你就读出来 OK， 你不用给脸的。我只是看到有人讲我这么讲他离婚很坏，其实他们不懂刚刚我们发生过什么事情。你发生什么事情？刚刚他自己讲的吗？在英国离婚很平常吗？他自己教我的，不是我说的。我要澄清一下，像英国离婚这很普遍的，不是，就是英国有没有结婚跟有没有离婚都很正常。没有离婚就比较其实离婚还好，就他们基本上也不会结婚啊。对，所以就是很多都是单身妈妈。所以你们可以不用太关注我讲的那一句话，只是一个笑点，你们可以笑。OK， 这样子可以问一下，你现在几岁了？我现在过生日30岁，所以我还是29。29啊？八几哦？我是87年。哦，87年啊。87年。他跟我差10岁了，我77年呢。真的吗？我真的70。哇，这太夸张了。这样子你完全看起来都不像。我惨了。有人问、你跟多少个女生 sex 过？发生性关系？哪一个大神问这个问题 ？Che Jordan。啊？什么 ？Che Jordan。Che Jordan。OK。谢谢你，老大，谢谢。江吉了没有找你找？有找过你做 T 神吗？啊？没有。你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吧。我回答第一个问题先。如果说跟多少个女生有发生过性关系的话，这样就5个。哎，不错嘞，5个，其实不错了，这是老实的，5个。5个不错了，不错了。这可以。有发誓的，有一个很好笑的，都是鬼妹吗？有一个很好笑的东西。我是要问这个问题，都是鬼妹。没有鬼妹，没有鬼妹。我都说了，他们就是对那些鬼妹，只会对那些比较高的、比较大只的有兴趣这样子。一直有。他们比较喜欢鬼佬的，鬼佬塞了，不行。我有一个很好笑的问题这边出现他说。一个男生说，我不管是不是男生了，因为是假照片。他说，你们三个觉得谁比较长？韦小宝回答。OK。没有，我跟你讲啊。你跟我有仇了、啊。讲我短了、啊，我真的不可以这样说啊！我跟你讲、啊。给我消散一下这个。快。OK 啦，其实。OK， 小宝你自己讲啊。长短不重要，我觉得还是够用，够用最好啊，够用就好了。你小心讲哦。老实讲啊，如果是看脸的话，我当然喜欢长的是钟志龙啊。可是如果讲真的话呢，他们讲长跟身高是成对比，应该就是。你现在什么？你现在看着我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没有，现在是看不起我了啦，是不是？他根本是忽视你，忽略了我啊！他完全不是你，就是让我觉得你应该是最正常的 size 吧？没有正常的 size 是几长身几短身？没有，这个你自己才知道。其实这个长短不是这么重要，就是。
正常的 size 马是酱咯 ，Evan， 马是酱的 size 哦。哇，哇，你讲精精的那画面真的很劲爆哎。所以刚才继续回你刚才的问题啊，所以你是没有这不是鬼魅啊，那五个。不是鬼魅，完全不是鬼魅啊，所以你全部都是马来西亚人，还没马来西亚华就马来西亚人，华侨了啊，华侨。这样子你是在哪里结婚？我在英国，我回来马来西亚结婚。我回来马来西亚结婚了。哦 ，OK OK OK。有人说啊，有人说，这样子了，有老婆就不要回答那种问题啦。喂。我够是咯，我够每次要回答这种问题咯，我嘛是有老婆，你们没有，你们之前只是疼这个靓仔那，我这个呢，你们没有想过我的感受啊。然后有人说话题可不可以不要这么 low， 就是要有一点访问的感觉，所以我打算你访问一个你喜欢什么姿势。啊，你自己。小宝问他喜欢什么姿势。哎，其实你讲真的啦，讲真的，你有没有后悔来这个 live？ 其实没有啦，我就觉得说，反正都是娱乐性嘛，所以大部分我都可以接受的。我觉得开玩笑啦，大家都是在玩的。对，不过你要答哦这个问题。好 ，OK。我觉得男上女下会比较怎么讲，就比较不错一点。那你看女人，因为女生比较主动嘛，所以就好像哦，就是这样，女生比较主动，你比较爽啊。请问张机了，哎 ，sorry， 请问 Jeffrey。OK OK。你看女人会先看哪一个部位？部位，我觉得我会看脸吧，通常都会先看脸。其实男人都是这样的。那你觉得我美吗？啊？这个是人家问还是你自己问的？我自己问。那你觉得我美吗？我觉得微笑蛮不错。好，那目前为止我就不问你一些尴尬问题。OK。对，你再看啊，你再看。你39岁的阿姆哥。这我要很认真的回答，我要问怎么问。Jeffrey， 你结婚过后有没有约过吗？这个劲爆哦，这个。没有，有些话题说你觉得不要答，要答没有问题了，我跟你讲。不要答，不要答 ，OK。因为这些是会假编的，你知道吗？对对对。啊，你要是你要是觉得你不要答，你不要答 ，OK。选择不回答。因为有些问题啊，真的会加分了。我们真的问一下，什么就 OK 了。哎，刚才我看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啊，就是等一下啊，哎，这个Vivian 音他问啊，姜子兰有兴趣加入 KL 吹水团队吗？啊，这个不错，这个问题。哎，你不要忽视我的问题先。他有问你啊，你有没有兴趣加入 KL 吹水团队？什么团队先 ，Vivian？管理员啊，我们的团队是吧？我们团队是吗？他在英国嘞，他在英国嘞。不过我们很好朋友了啦。你讲啊，我们今天是不是好朋友了？我们是好朋友。对。你是啊？不过我们今天是好朋友了啦。其实无论加不加入团队，我都觉得都没有什么关系吧。反正都是好朋友啊。对，我们反正就是好朋友这样子。他已经是在 KLG 站了啊，时常开 live 就好咯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觉得要问比较正经的问题了，不要太过 A 了。好了，太 A 了。太 A 了啊！可以。这样子。小宝，小宝。给啊，我给为什么？如果一个女生胸大，脸长得又不错，你会先看哪个地方？如果说如果一个女生胸部长得大的话，然后她的胸部比较突出的话，其实老实说，我觉得我会看到胸部先，这样子。正常。这样子，因为这个是。你知道吧，这个是 appearance way， 就是你会先看到哪里吧，就哪一个地方比较突出，你会看到哪里，就好像一个人穿。那请问你想看布丁妹哪一个部分先？又是布丁妹，没有关系。你们如果你觉得不 OK， 不可以回答了。你们可以放过布丁妹吗？所以我觉得 A 的问题不要问太多了。哎，没有，讲到布丁妹啊，刚才哦，他自己承认了哦。是因为布丁妹他才加入 KL 吹战的哦啊！你自己讲啊，你自己讲为什么你加入 KL 吹战？没有，因为我是看到就 OK 啦，我也帮忙 promote 一下布丁妹啦。其实我也不是说帮忙 promote 他，就是我也只是因为看到他在那个新闻这样子，然后我就觉得很有趣，所以我就这样子加入了吹水战这样子。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啦，就反正就觉得说，哎，这个站可能就有很多很有趣的新闻这样，然后我就进去看一下这样子。但是我觉得水水站不错啦，就很好啊，就
每天都会有很多很根本就是有趣的，根本就是全世界最好的清水站，好不好？要问一下每天都有很有趣的东西，这样子。这样有问题哦？有什么很有趣？他们的留言都没有正经的问题。没有要问正经问题，我问一下了。啊，你问谁呢？你英国回来了，你在马来西亚逗留几久？还是长期在这里没有回去了？哦，我在马来西亚只是逗留11天，不过我还是会回去的。所以你很少在马来西亚啊？算是吧，多数时候都会，多数的时间都会留在英国吧。其实、啊、几久回来一次？嗯，几久会回来马来西亚？我通常都是看有什么节目啊，或者是有什么 event 啊，我才会回来。就像今天呢、啊、，Kelly 这档节目你特地飞回来参加了，不是？嗯，对，没有错。啊，会讲话，你看。啊，对啊，对，没有错。我就为了他们，特地飞回来。啊，这样才众才是兄弟嘛，众才是兄弟。哎，你回来啊，我节目需要你啊，马上坐飞机回来 ，OK？ 下次啊，你英国有什么事情啊，鬼佬要打你，你叫我跟 Evan， 我们马上飞去，不过飞机票你出啊。哎呦，有没有电脑？没有电脑。应该、okay、我看一下多5分钟等一下，有一个很劲爆的问题、，Steven Wong 这个人啊，真的是他问这个问题，我不知道应该不应该问。我问啊，你不要答可以啊。如果韦小宝约你一夜情，你会接受吗？韦小宝就是后面那个。后面那个啊，啊你看啊。啊，对了，我还是选择不要回答这个问题。我就只是讲彪啦，好心。我觉得 OK 啦，有老婆的我不感兴趣好不好？我觉得 OK 啦，要带一套就可以了啊。OK， 问一点正经的问题啦，啊、就是什么？这个什么？什么？你打开了会流口水吗？这是什么一个问题？这个是技术吗？你们呢、啊？真的是啊，问这些问题。不过我也是因为我们的标题的关系。有人说你老婆侧脸很像范冰冰。所以，哦，他是说你啦，他是说你啦，范冰冰啦。其实，侧脸很像范冰冰。是吗？你老婆真的很像范冰冰吗？嗯，侧脸啊，会吗？给我想一下，老婆的样子你不记得？还好吧，我觉得还好。OK， 下一次你就带你老婆来啊，然后找小宝、韦小宝啊，两个人 PK， 看谁比较像范冰冰。啊，还有什么东西问吗？还有什么正经的东西问吗？你先问。正经哦，这样你逗留在马来西亚11天啊，你会长，这样多天在哪里？会在哪里的？哦、oh, ，OK。啊，讲一下你行程，可能你的 fans 要去追你、可能要来找你啊。啊，你 fans 要去追你、我基本上就会是在我会留在 KL 留到星期一，然后星期二飞回槟城，然后我星期六呢就会回来 KL。然后过星期日会逗留在 KL， 星期一就飞回去了，这样子。所以你就是会在这边逗留11天呢、啊？对，会逗留11天。所以这11天，我跟 Evan 低调一点呢、啊，有一个真正的帅哥在马来西亚走来走去，我们还是回避一下。我们找不到刺啊，我们这天静静就好了。哪里会？这样子，你对于马来西亚的美食啦、啊，你会喜欢哪一些呢？所以这几天你会一直去吃美食吗？美食，你喜欢吃吗？喜欢吃东西啊？这个问题不错、啊。其实，在 KL 的话，我觉得还好。就在 KL 啊，在这一带，我觉得我会比较喜欢的美食是巴古德咯。哦，巴古德。就肉骨茶啊。巴古德。然后我回到槟城呢，就会喜欢拉萨，我是超喜欢吃拉萨，跟还有芋头饭。芋头饭，这是我想吃。哎，阿嘎讲的好东西要问我，阿嘎，阿嘎你问啊，阿嘎。这样啊，我们可能要是得空的话，我们星期一可能星期一傍晚呢、啊，傍晚、啊、吃东西哦。啊，我们一起约吃东西啦。啊、我就约你吃东西啦。可能星期一，小宝，你什么东西讲？我说，我发现这边有一两个你的超级女粉丝，啊、一直在称赞你老婆很贤惠，然后素颜很美这样的话。应该感谢他们，所以很谢谢。OK OK， 谢谢。其实我老婆呢，通常都是。他如果化妆的话就很，我觉得就很做作，就不好看。我觉得他只是你素颜呢、啊，他素颜真，他素颜真的是比化妆好看很多。撩妹、真的。OK， 有一个网友啊，他问了一个，不是我问的、啊。OK， 有一个网友问你这个问题啊，就是你几岁开始第一次打飞机？3年级。三年级，在我记忆中，对，三年级，哇，好早熟哦，三年级第一次，真的，三年级第一次，进化，你很厉害嘞，是有人问了你几个孩子的爸爸呀？
我没有孩子啊，没有孩子，没有孩子。你这一次你的太太有跟你一起回来吗？没有，没有回来啦。OK OK。他也是马来西亚人，对，还是马来西亚人，在英国，对，在英国。OK OK。有一个人问。那么多美女在 KL 主持的直播，哪一个女人最吸引你？我们啊，我们都看，我跟 Amy 都看到啊，不知道看讲讲了，看太多了啊，我们回答不到了，全部都美 ，OK。这个问题我都要讲一下 ，OK OK。因为真的太多美女了啊，然后有女朋友了，真的我很怕，我扫一下拉一下看一下，然后就带过就算了，因为我怕你会生气啊。OK， 哪个比较像你？我自己本身呢，就其实没有太过注意啦，不好意思，我反正就我真的是没有太过注意有什么美女这样子，因为我自己本身来这垂水站呢，就是纯粹是找人家聊天啊，这样子也没有太过的去注意哪一个人这样啊。但是如果说有你们的支持啊，有粉丝啊，那我真是很谢谢你们。这样你还没回答哎。三个呀，讲，你要回答。我当然是最喜欢布丁妹啦，还有啊，布丁妹啦，还是布丁妹啦。OK， 还要问你一个问题，是我要问什么问题了？忘记了，你刚才问我忘记了，你们继续了，对吧？问一个，请问你有胸肌吗？胸肌，身材。有啦，你没有看到啊，硬硬的好不好？然后有一个人问了一个，其实我很想问的问题，就是。你长得很像张智霖，那你老婆会不会长得很像袁咏仪？袁咏仪啊，袁咏仪啊，靓靓啊，啊靓靓，我觉得她不会长得像靓靓，但是我觉得她们性格好像，也是很像，很我觉得她们性格挺像的，真的，就是很豪爽啦，很豪爽的啦，嗯，很豪爽啦，豪爽咯，然后就会她最像的应该就是。很喜欢买包包，哇！也要有老公有钱啊！你看老公是戴 Rolex 的啊，戴 Rolex 的 OK。你看我跟 Evan 都没有手表戴，几个有他们低调，我都没有手表，他们低调啊！这我生日礼物，我老婆送的，所以就哇，老婆送 Rolex 的，老婆准备我生日帽嘅，哎不，沈明大，怎么我没有 Rolex 的？啊，老婆准备我冇 Rolex 嘅。怎么会教我们这种损友是吧？怎么会教我跟 Amy 这种损友是吧？其实我想说的一个东西就是呢，其实库莫本人也是很斯文、很少话，其实他真的是蛮酷一下的，他不太多说话的。其实跟他，我看到声音是很像的。其实他真的很接近库莫，他真的很接近张智霖，他讲话啊、神情啊什么啊，他讲话啊、神情啊，真的很像，很像库莫。我要差不多了，都很差不多了。可能原因也只是因为我的这个右耳 OK 啊，还是很高的。我的右耳是听不到的，所以有时呢我就可能就比较酷一些，然后又听不到人家讲话这样子，所以就会比较酷一些这样。你啊，你突然间这样爆红了，你的老婆有没有拉你的耳朵啊？还是有你老婆有你的老婆有什么？你可以问买这一个，就是袁咏仪啊，管张智霖很严，就很多人都懂啊。但你老婆有没有管你那么严？尤其是你爆红过后，同一个问题。OK， 管我很严不会吧？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在英国，所以他就会比较放心一点这样子。他们叫我不要走开。反正我觉得，反正我就觉得说，也不会有太大分别，因为吹水站就是反正就是吹水也嘛，也不会，反正吹水也不会，有什么事情这样子，所以就还好咯。就有时候我在 live 的时候，就他们就会问我讲说，哇，有很多人跟你讲话，有的女生跟你讲话这样子，他们会觉得说很我老婆会不会担心啊？其实她不会吧，就是我觉得吹水跟人家讲话只是一种疏解压力的方式，所以就不需要大家不需要太过在意。好，这里有 OK， 最后一个问题啊，你啊，等一下，这个有几个问题？因为我电话没有电了，电话没有电了。有两个女人 ，OK， 一相貌都很普通的美，普通可是算是美的，一个有化妆，一个没有化妆，你会选谁当你的老婆？啊，这个其实我可以帮你回答。其实男生通常呢都比较喜欢自己的老婆。你是他妹，你帮他回答。没有，大部分男生都是喜欢素颜美的，包括我男朋友喜欢我素颜。你
样子。那是你男朋友吗？啊，也是啦，就是我通常都会觉得素颜比较好咯，就反正呢素颜就，如果你素颜可以接受它的话，其他东西都不需要讲了吧，我觉得啊。但是爱不爱一个人也不只是看样貌啦，也是很有很多很多的吧，就我跟我老婆也是经历了很多东西这样子，然后我们才在一起。所以说布丁妹跟你经历，你也会跟她在一起结婚了？我觉得如果布丁妹真的是跟我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这一些的话，我觉得对，没有错，也是会在一起。 OK， 我电话没有电了，对不起。最后可以唱一首没有相见的那个结尾吗？我先讲。现在我觉得差不多，因为第一电话也没有电脑了，所以而且访问也太多了啦，所以如果你们要继续看的话，我们半夜再出来吃东西。我们半夜再出来吃东西啦。啊，下个星期我带他去巴生吃巴布丁啊，巴布丁啊，带他去巴生吃巴布丁，我们再直播啊，好不好？去什么巴生？什么？我们吃巴布丁就去巴生的啦。对啊，对对，去巴生。你当然是去巴生的啦，所以我们呢就去巴生吃巴布丁啦。啊，对对对 ，OK 了，今天差不多了啦，差不多了，太长了，太长。谢谢谢谢，我们唱一首歌来直播。说说，你唱一首歌。天黑把漆黑，但又早。我不会歌词的，所以。路边把火在等你，不管有没有机。这么我们两个唱的。对，真的差不多了。OK 了 ，OK 了，拜拜拜拜，谢谢你们，谢谢收看，谢谢收看，记得分享啊，喂，记得分享，分享。